我们看是三题啊。他说如这个图所示啊，有正加的水平方向的均匀电场，电场往这里啊，磁场往里面。好，那该区域的水平宽度是 D 哦，铅磁方向足够长。现有一束带电量哦是 Q， 啊质量是 m 的哈，它是阿法粒子啊，阿法粒子。初速是 V 零啊，这样，他说一束的话，那初速各不相同哦，就是说，初速 V 零各不相同，沿电场方向呢进入场区啊，不计重力啊，则那些能射出场区的阿法粒子，就能射出去的，跟能够跑回来的，它的动能增加多少？如果你能够哈射出场区。射出去的话，这个时候的话，动能增加多少呢？动能呢就增加 QE 啊，哦，就动能增加哈、哦，如果射出去的话，动能就增加呢 QE 的电力嘛，再乘以 D 了。但是哈、哦，如果射不出去，为什么射不出去呢？因为你进来的时候的话，还受了磁力嘛。它、磁力的话往这边，也就是磁力会让它转弯了。它有可能呢，你速度够大的话就转回来。如果是转回来的话，那动能没有增加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电力哈、哦，在这个线上的话是等位面的，而且磁力又不做功，所以这个时候德塔 E K 哈、哦，这个呢是等于零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它那个。初速度哦，有很多种嘛，各不一样。那有些初速度哦，可以穿过去，穿过去它就获得这么多动能。有些穿不过去啊，穿不过去的话呢，跑回来，跑回来的话就没有获得动能。哦，只有这两种情况。